近日，李湘被曝将入主深圳卫视任副总监，对应着重新的身份，李湘表示明年将把重心转向深圳，升级副总监也不会放弃目前工作，主持和近年来致力的影视投资都将继续。日前，备受关注的李湘忙中偷闲，出现在东四环附近的街头，一身清凉夏装展现丰腴身材，和李湘一起的是她可爱的女儿，小公主肉肉的模样十分可爱，长相也酷似李湘，简直是一个母子刻出来的。当天身着黑色短裤的李湘大秀美腿，然而却把脸部遮得相当严实，大一号的棒球帽帽檐压得很低，遮住了大半张脸。李湘带着女儿和保姆前往商场购物，不过当天的收获并不丰富，只采购了一双耐克鞋就结束了行程，驾车回了家。腾讯娱乐独家报道。